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《天鹅禅师》开始了。那么，《天鹅禅师》刚开始的十信法呢，每一信呢，就是让众生建立了正信，道心坚固，不动摇。哦，那么有人听了佛法了，心会动摇。我定讲一句话。这人受了招式，还是错我心尔。以有经来讲哦，哦，如果你听到佛法，清净心善根未了咯，有听到定无听到，哦，这人也是呢，生生世世接到佛法的机会较少啦。八识见中无证了，什么三宝精气、佛法精气伫心内啊，无落印呢，这佛的精气啊。所以呢，伊难免听到佛法了后会动摇、无信心，还是有听到哪无听到呢？有看到哪无看到呢？哦，不过伊怀疑，会无信心啊。伫佛经讲哦，一百劫奠定信心位，一百劫无、哦，所以伊凡是半劫嘛无，卖讲一劫啦，卖讲一百劫啦。哦，一百劫偌久啊呢？哦，几若百亿年啊呢？那么奠定伊信心为一百劫，若修了信心有够呢？你听到任何这佛法，达句都听落去。哦，所以一个人听到佛法会信心动摇，啊是呢无信心怀疑，这叫做正常的啦。哦，按怎讲正常？爱着修少是毋捌听过啊。哦，啊若听了一百劫嘛呢，佫会动摇，迄是无可能的啦。所以有人听了佛法了后呢，像你压背迄一半呢，用命直冲，一直修行，一直下苦落去啦。哦，行迄个无回头路啊啦。哦，用命的直前啊啦，这就人修几百世啊。你要相信佛祖讲话无唔对。所以啊，天鹅禅师怜悯咱、同情咱、呼吁咱呢，互咱有信心。可见天鹅禅师啊。是大慈大悲哦，吼吼！所以呢，咱已经讲到第六信圆满啊，即摆讲第七信啊。来，第七信叫啥？叫做信愿生，即生呢。只要众生愿意要生到呢，得到世界净土呢，哦，阿弥陀决定大慈大悲，必定接引你呢，来往生西方净土。如果众生不愿往生呢？哦，安尼佛啊，欲求不能啊！你都无想要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嘛哪里无办法呢？迄来看在众生，伊是毋是有要往生极乐世界无？然后伊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阿弥陀伊按照伊本愿、伊宿愿呢，哦，伊决定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因为佛袂打妄语啊。哦，所以西方世界所有的诸佛呢，拢看伊个西方世界遐个国土的众生呢，哦，都归往生阿弥陀叫做世界去，也包含那些娑婆世界的教主、释迦牟尼佛呢，嘛可更所有呢，哦，咱这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来往生净土啊，啊，有啥物所在可以佐证呢？来，咱看弥陀经安怎讲哦。若有人依法愿、金法愿、动法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家，
是主人顶，家的不退转移，阿尿陀罗三藐三菩提，若一生，若今生，若当生，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。讲到呢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！释迦佛祖甲恁讲啊，哦，讲那有人曾经已经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，乃是呢，现在听了我释迦佛祖讲这个西方净土种种的正报、依报、庄严极乐世界极乐的状况，拢清楚明白啊，欢喜心现前啊呢。那么你现在会当发愿？哦，当来必定会当发愿，未来会当发愿。法官说啊，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，来顿顿生死轮回，我咧唔免过呢，伫三界内呢，浮浮沉沉，作业受无量苦啊。哎，就是啥？依法愿、真法愿、动法愿。哦，过去已经发过愿啊。哦，现在一旦开始发愿，佫会富的。未来还未到，未来那一面的信息，嘛是会当未来。必动会当发愿呢。如果呢，你来往生甲阿弥陀这个世界呢，是诸人顶，该得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卖有你往生变八变，往生西方净土呢，无一个未幸福的。哦，佛祖呢，给你背书呢，佛祖给你授记呢，佛祖有他心通啊，有宿命通啊。哦，有老神通啊，哦，有天眼通啊，有天耳通啊，心足通啊，未来代志着你受记啊。讲你然后你往生甲阿弥陀佛世界，这人百分之百幸福的。哦，无幸福叫做未得啊，叫做呢是诸人顶啊，该得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，悉听佛祖亲口所说。嗯，你讲菩萨讲、阿罗汉讲，佫差一开呢。凡夫讲更加呢，难以采信呐。那么是佛祖本人讲的。你来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非成佛不可啊。哦，所以佛祖唔知讲讲，所有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你听我释迦佛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对极乐世界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、种种的庄严，你呢信心啦建立了后，知影了后，应当发愿，发愿多一句啊，往生阿弥陀极乐世界去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，诸位有了解吼？所以佛祖非常慈悲啊，唔知世间人讲讲，世间如苦海。海是个广阔，代表咱人造业无量，感受的果报就无量无边呢。你看每一人伊伫世间的苦呢，每一人角度无同款，因为出世的环境不同，教育不同，时代背景历史不同，个人的教育不同，个人接触的人事物不同，个人的社会不同，哦，佮加添自己多生累劫的习性习气。哦，业力高不不同，所以感召一个呢，中报体啊。那么在这人世间所受的苦就不相同啊，因为因不同，果就差别啊。所以啊，在苦海人间呢，咱就要回头是岸啊，唔茫继续个沉浸在世间，造业受无量苦啊。所以发愿往生西方净土。道理在这所在，出讲到这来，就我想讲，咱曾经啊，捌办过精进的佛七，拍佛七来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啦。哦，去念这一天所念佛的功德的大费用呢，那么有人就靠家咧默默叫，现金大便流落啊，因为这个大费用文伊的文章呢，哦，字字句句呢。拢激发咱的神经流络，激发咱的对这个世界认知，教咱如何往生西方净土。
过去的朱代祖师呢，就已经甲咱哦文掠好好啊，抄好好啊。只要你我大家按照呢啊圣经讲这个文呢来发愿，哦，个个拢感应啊，个个如果都会当受阿弥陀呢接引往生西方净土啊。哦，这文足庄严的呢。好，来我念一遍啊，来看好。地主众顶，现是生死凡夫，罪障深重，轮回六道，苦不可言。今无知识，必闻弥陀名号，本愿功德，一心清廉，求愿往生，愿佛慈悲不舍，爱人念我。地主众顶，不识佛心。上好光明，愿佛示现，令我得见，得见观音世字，诸菩萨像，彼世界中清净庄严，光明妙上等，令我了了得见阿弥陀佛。吼吼，看下吼，所以呢，伫个暗时啊，功德总回向大回向时呢。人参好咧，家己哦，目屎稀稀流啊！我定讲过了，结修行，互伊现金流咯，流个目屎是必要的，流个目屎是有意义的。哦，即摆流流的，后摆啊开悟证果，就袂过流目屎，袂哭啊！啊，世间人无学佛、无修行，毋是现金流咯的，是红石拍咧家己目屎稀稀流的。哦，是太太热一个呢，巴肚规个死个呢。点火呢？啪哈！出来吐血，吼！好惊母一个起大烦恼，哭个目屎。哦，还是事业失败，还是感情上个会挫折，还是失意个正气，种种哭个目屎呢，迄拢袂毕业，为安怎袂毕业？因为伊无下苦修行，所以伊也有可能过去将进啊，伊也有可能感情过挫折啊。以后有可能阁予囡仔堕流啊，轮回来世有可能阁流无量目屎啊，因为伊无解脱，无开悟正果啊，所以流的目屎永远都袂毕业，永远呢都无了时啊，是无止境的啊。所以下苦的当中忏悔现金流咯，所哭的目屎呢是叫做会毕业的，有了时的，有止境的，会出到背时阵呢，爱就了解吼。所以啊，我咧受戒时呢，哦，暗时去参摩去参会时哦，四百几人哦，三大大戒啊，竟然女众无先到，我隔壁哦，啊，多一个男众，伫个新加坡过啊，我读个大学毕业啦，哦，去抽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去参会时哦，竟然呢，汹涌靠着呢，哇！靠噶，安尼哦，呼声存三河啊，有够大声！啊，然后所有的出家众的女众都呼对后壁一靠啊，默默叫呢，像海燕呢，一浪过一浪的靠声呢，呼忏悔啊，披尘发怒啊，甲咱道生累劫的罪根、罪缘、罪相、罪业、罪果呢，全部个净化掉、去除掉。AA 与太平洋见，和咱这清净心呢来接受三大大戒啊！哦，这个口是必要的，这个口是有意义的，这个口是会当终结的时阵，千万唔通呢，和俺欺负，和太激流，和囝安尼糟蹋流呢，这个口拢总未必要，无聊死呀！口关关口就丢了。哦，看角度来哭，你听无？这不该哭，卖哭。哦，应该哭，尽量哭，哭久就未哭啊。因为伊开悟见果，他会去哭咧。那诸佛菩萨个会哭，迄就奇怪呢。地位实现你去哭，你听无？哦，哭是咱实现的，唔是袂一当。好，那么这个法愿文就是咱精进佛持，最后功德做完的时，大回向啦。我拄仔甲注意念一遍啦吼。哦，看这文字就怎么考出来啊？就阿袂像伊就怎么考一条？迄条吼，
有小歌呢吼，互听得个痴心痴心呐，互痴凉痴凉啊，听得甲一神经流露呢，你就想要远离这个沙暴世间的苦海，迄味就走出来，直接呐喊阿弥陀佛的指引呐、啊，因为苦海茫茫啊，西方叫做世界，则是咱的家乡，咱的归宿就对了。你唱起来调的味就是呢，来我唱一遍来听下，有要听看卖无啊？有人讲，今日来紧唱了，听看卖啦，来听好哦。你听你家地啊，好，感受就万款。加添迄文，吼、哦，迄意境够深啊。来演一唱，弟子中等先师生死反复罪障深重轮回流道苦不可言，今欲知是得闻弥陀名号，本愿功德一心成念，求愿往生，愿佛慈别不舍，爱令舍受，弟子众生不思佛身相好光明，愿佛示现，令我得见，即见观音世子诸菩萨中，彼世界中清净庄严光明妙相，等令我了了，得见阿弥陀佛。哎，你个唱嘞，你个唱唱唱唱唱，唱到最后就唱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开始走西方就对了，吼、哦。有动有静，有静有动，早早的身躯的循环、血路循环阁好起来，会当健康啊，刷日久会当得到发喜啊，啊，达成往生上叫世界状况，都、就是一致用的啦。这条环听你家地吼，好呢，痴痒痴痒，痴情痴情，哦，都一直想讲咩往生阿弥陀叫世界去啦，因你唱的是有点呐喊。把你心内的意境全部呢，托付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感受到我的心情，我会当呢来往生西方净土。咱五万期待阿弥陀佛你的光临接引呢，我往生西方净土。因为这三步世间呢，苦海茫茫啊！哦，
伫茫茫苦海、浮浮沉沉的世界内底呢，咱已经厌倦啊，已经疲劳啊，哦，无想要熬伫世间啊，想要往生西方净土啊，所以咱呢一直期待五万阿弥陀呢来跟带咱往生西方净土，因为极乐世界才是咱真正的归宿，咱的家乡啊。像这调时以这款心情来念来唱呢，你目屎会黏黏流。因为讲经啊，讲到一个阶段，要二十分钟啊，雄雄来唱的时阵哦，好，要调色去调哦，才正调的呢。哦，所以这调去唱，咱在感情甲放下都不要紧。咱跟翁婿太太、跟你男朋友、女朋友感情的博有需要着。但是咱修行当中，这个感情、生命全部个投资嘞，个跌倒落去，吼、哦，个付出不要紧。像我讲的，目屎过阿弥陀，你听哦，吼、哦，过到阿弥陀走无落你啊，个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如本法师也唔好过啊啦，又够啊啦，规身躯淡落落啊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唱的是感情个涌出来，哦，爱你唱啊。弟子中等先师生死凡夫最长生中轮回六道苦不可言，今欲知是得闻弥陀名号，本愿功德一心成念，求愿往生。安尼唱的是啊，你心哦呢，不但呢。道生你接业障会净化消毒，阁会当互你善根一直呢成熟起来啊！迄调落你听咧个呢，酸高粱啊，酸高粱啊呢，迄款含社会上像流行歌三声无来无同款意思呢，迄听咧较济，互你像过去往事，迄哭咧较济吼，迄袂必然呢。啊，即款互你听咧较济会欢喜起来，啊又阁酸高粱酸高粱，啊又阁呢会当互你呢。是往生西方净土脱离苦海，两个意境是180度不相同的。所以当初啊，我还未出家哩啦。哦，我听到这条时呢，我讲哦，还是世间苦海呢有影呢。敢若像的人，哦，反正这条呢，咱都一直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所以迄时我在家就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啦。我甲佛祖头前咧发愿。哦，讲到用白用空的，甚至华西人嘛要往生叫世界都丢咧，要去阿弥陀遐报道你咧，吼吼，会知影哦。所以啊，讲罔讲，咱今仔用出家去在家发的愿啊，啊，即款出家发愿唔是有？我八号命中时，西方三圣同时三尊拢做一遍来，欠一尊我都无爱。阿弥陀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三个三尊做回来呢，来搞接引的呢。哦，而且坐咧往生去呢。哦，啊，心无病苦，心无贪恋，亦未颠颠倒倒。哦，未依不舍世间，安尼自在三乘的接引往生西方净土。吼吼，是讲一代宗师竟然拖西人往生，这好过瘾，这闹鬼无尽点呢。哦，所以唔发这里、個，讲拖西连往生你听哦，都唔发这里玩就丢啦。迄是在计时啦，意思就是讲，当初我的心情就是讲，哦，啊世间遐尼苦啊，苦该出家啊，
可怪翻金啊！安尼才会当无往生啊！所以我在迄时在计时发一愿，用白用空的拖西莲，就要往生净土啦。吼、哦！啊，这出家了后讲，哦，这拖西莲唔要发这个愿呢，好卖命了，有影？吼、哦，啥个拖西莲呢？就放甲一裤西呢，伫面前顶高价呢，好是麻利了呢，太高太高价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最后往生呢，虽然安尼是未歹啊啦。上加拖西连，佮往生袂记，迄上邪难。吼，我知影哦，但是无法咧管下。迄是当初在家的时心情，讲只要会当去就好啊，你听哦。吼，哪怕是呢，用白用空的拖西连，也要佮往生呢。啊，即嘛唔是发咧了哦。吼，咱出家了解佛法啊嘛。咱讲，我若往生的时，心无病苦，心无贪恋，意袂颠倒，亲像入禅定咧共款啊。哦啊，西方三圣三尊呢，拢来坐教，欠一尊都未使。吼吼，我跋到足大哩鸟，哦，这未当无跋哩鸟。哦，你做这个法哩鸟，到时阵三尊呢，来几尊都不强在啦，无重要。只要后一尊好，但是我安讲哦，我一定爱三尊。哦，无三尊教哦，你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也无来哦，我去叫世界哦，会兴师问罪哦。你差点要搞死啊！因为我有你发点了名，你会来啊？唔，你菩萨是做长的呀，所以我只系甲计较你了。吼，所以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惊我计较，一定来。我有自信就对了，100%的自信。所以咱个人大家来发誓愿哈，吼，讲你我咱大家包含日本啦吼，咱个人所有人来念佛报名种时。身躯无病苦，心未贪恋，亲像入禅定呢。哦，对世间未依不舍，对死亡未恐慌，未惊吓，未畏惧。到时阵，西方三圣三尊做伙告捷，来甲咱斗。哦，阿护师叫做来甲护师来甲接我去的呢。哎，知影吼？因咧西方三圣唔敢放点点，开玩笑，伊个放点点无来吼。哎，如本发出岔头吼，咱只要咱个人呢做那个吹，吼、哦，兴师问罪就对了。哼，伊受不了了，哦，伊惊讲受不了，所以一定来给接你往生净土的，这点你放心。好，那最后听哦，平常时我非常喜爱，我最爱念后壁这个精进佛寺的回向文呐，伊回向文足字。哇，过去开悟祖师圣经，这写这回向文哦，拢很简洁，足简洁的，很简洁啦。哦，啊真扼要，讲出核心，唔免阁互你念了绕绕长的回向。哦，伊几句内底就拢把所有回向的内容、气脉、前因后果全部个浓缩伫个回向文内底呀。所以这个回提了这回向文哦，这段我也最爱念。哦，根据过去高僧大师讲啊，哦，这个回向文，哦，古今呢大有灵验啊。有人正在一发愿的时呢，就感应了哦，有种种水相啊。啊，有人在行路，有在困的当中，往往拢会得见阿弥陀放大光明啊。哦。来感应极多啊！哎，对对呢，来嘴看我，吼、哦，那文太水了，水到都未食，你未吞了一点，唔就吞落去。来，你看我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万相迎，观音甘露散我头，舍弃金台按我足，一刹那中离我足。佛心必庆道人地，莲花开后见诸尊，青天发音可了了，文艺正悟无承认，不为安用入沙婆，善知方便度众生，巧把颠倒为佛事，我愿如是佛祖地，必定东来得成就。注意看有清楚吼，这就是所讲的呢，精进佛七一
会用文啦、啊，大家拢跪咧。迄维诺的师傅讲，大家请跪咧，咱将这個今仔上哦念佛啊，所有佛号恭敬的来回向西方净土。大家跪咧就开始念，用唱的方式。好，我用唱的这调吼，我听，我来做听。哦，听看卖哦，我唱一遍给大家，吼、哦、来眼界一下呢。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，愿相迎，观音甘露萨埵陀，四字金台安我住，一刹那中离无踪，去生彼亲道莲池，莲花开佛见此尊，倾听法音可了了，闻一句无生人不为安养如萨婆，三字方便度众生，巧把尘道为佛事，我愿如是佛之子，毕竟当来得成就。哦，赞哦，嘛个家己鼓励一下听哦。哦，这听你家己你就讲，哦，真正讲咱人生啊，的过程当中呢，实在讲，我要讲一个古早人的四句偈啦。伊讲，人生好事呢，采为芳啊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采一百花啊，成蜜后，倒落辛苦一张空啊。哼哼，是有道理啊。咱人到底呢，无用一世地人透早出门，下晡时啊，黄昏晚晚才回来。安尼当中，你辛辛苦苦是有着某囝，有你事业，有着社会，有着家庭，拢总丢啦。但是你曾经有想讲你生死大问题，有考虑过无呢啦？讲人生亲像芳个菜花共款啊，我无用一世地人哦，爱采真个百花哦，成蜜了哦，芳啊做秀。啊，采蜜来饲迄个螃蟹，啊，螃蟹囝一定呢生螃啊呢，倒落辛苦一张空啊！真正你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尤其即个少年呢，我感觉呢啊，天真烦恼，所以也无现金呢，我讲完全天真烦恼就对啦，遐无现金呢。两个男女谈情说爱哦，谈情说爱当中呢，为着要食迄味啊，迄味就知影咧。
啊，然后生两个大头仔囝哦，系啦，唔是共租厝，就是呢共买公寓，吼、哦。啊，买了后你一世人为了饲你个某仔囝，付迄贷款，付定厝贷款哦。你那大汉啊，贷款啊立了啊，结果一定老啊，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个啦，安就死啊，安叫人生呢？娶某生囝建立家庭，贷款去定厝，贷款立了，人也死啊！你那大汉人也死啊！人生干安尼尔样啊？我就感觉真纳闷，这内底有需要呢，咱才研究所在。哦，辛辛苦苦拼生拼死呢，母家呢甚至有严重犯罪啊！母家是四代人，为了饲只囝，予大汉成家立业。付这贷款哦，这间厝贷款付了呢，生命啊准备要结束啊，怎么死啊啦？真正有贷款拿无了哦，啊就死啊，交代伊囝，搁继续搁拿无，你看卖啊？所以人生干呢样啊，就是彩花香同款吗？哦，讲叫人生好事彩花香啊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采一百花成蜜了后。道路辛苦一张空，确实一张空呢？难道唔是吗？无唔对啊！所以啊，咱就要讲话啊。咱修行不论如何，咱就爱呢发愿往生西方净土。唔知只发愿讲，愿我呢啊，如本人命中时，扫除所有的三种烦恼。烦恼障、报障、业障，这三障全部净化掉。道生累劫业障的无现前，今生未生贪恋，要命中的时呢，会当自在声闻阿弥陀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做一遍来个接引机啦。吼、哦，中道中修中停，往生西方净土。阿弥陀，你叫到世界万万的所在，搞接引机呢？好啊！观世音菩萨呢，手提甘露瓶，搞吸甘露水，发清扬消这业障呢。啊！大势至菩萨提着莲花，搞接引去。一刹那间呢，就往生个阿弥陀佛叫做世界，远离三宝啊。好、哦，叫做屈身必听啊，成了众事阿丘巴，劈去，劈去大中，一刹那就往生净土啊，免经过灵觉一秒呢。莲花那归见阿弥陀佛呢？听阿弥陀亲人恭敬说给咱听，悟了这个无生法印，好、哦、啊！以我来讲，正行八地菩萨呢，就马上无违背我当初誓愿，随了三宝世间度化无量众生啊！我一切一切善知善巧方便的宽恕两愿都学了圆满了呢，巧把定罗为佛师啊，来度化无量众生。我相信我这个愿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十方的诸佛，拢会当甲我作证，拢总会了解啦，伊也清楚我发这个愿。甲最后，毕竟东来呢，成就佛道啊，爱发这个愿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愿太庄严了，太庄严了。啊，佮佛七要结束的时哦，佮啊佮呢，哦，礼释迦佛，礼阿弥陀佛，哦，观音菩萨。所有拢按你就着定力，出演咧唱啊，吼、哦，这调足庄严的。所以我按唱就是要互诸位曾经参加过精进佛七的人，互因个回忆一下，这个调就对了。一心定力，弘扬经。迦佛如来，千百亿化身，遍法界诸佛，锵，就拜了去呢。别起来了，
佮规日佮唱。一心定力，常记光净土。将那个拜落去呢，一拜四方三圣一拜，好、哦、心情呢，清凉噶、自在噶、快活噶，迄无都形容诶，因为这是去修行啊。像我讲诶，你人生诶过程，每一世地人听到这个赞、这个韵、这个调呢，你会感触哦，百感交集啊，五味杂陈呢、啊。哦，你感受无量无边就对了。所以讲到这来，我就要讲话啊。咱较早有提到一个信华法师、信华法师啊，吼、哦，伊就爱作听这调，啊，作认真念阿弥陀佛了。所以上师的工贵啊，伊家己会做完了后，伊佫捡一寡师娘，因家己师娘，吼、哦，伊工贵来做的。吼、哦，家己做无够、哦。搁捡因师兄的来斗斗呢？你看认真伫相处内底，我连啊认真，我连啊骨力就好啦。所以伫讲堂内底呢，首推人缘第一啦，真有人缘。所以伫相处呐，愈骨力的人，会有讲堂内底啊，每一人拢节节人个耳朵个赞叹，所以真有人缘。好、哦，虽然较侪回来出家，唔顾伊自己呢。那么伫出家了后，非常非常的精神用功啊！哦，我捌甲谁介绍过啊？哦，啊，今仔甲谁去提醒一下？哦，不但安尼，我搁提伊相片甲收集起来啊！好、哦，我搁我抄出来一听哦。当初剃度啊，当初哦，伊呢哦，翕相的状况我拢甲收起来。哦，伊足认真念佛呢，啊嘛足自在往生西方净土呢。哦，伊按照往生净土啊，就报告者。伊大概差不多伫66岁出家啦，较侪岁也有啦。好、哦，那么伊出家了后，逐工拜佛。一边我经过我要去疗房，啊，经过一个小佛堂啊。伫暗时啊，11、12点啊，哦，我看一个乌影呢，拍落去，骨骼去爬起来。哦、我当作是鬼子了，啊！结果呢，伊去爬起来，佮爬落去，哦，哎呦，啊！这什么人啊？哦，我一生啥物都唔惊，上惊鬼，这敢会鬼啊？我咧想啦，我阵啊好啊，讲堂的主持佮唔敢来面对现实，就话发声，啊！来这什么人吼、哦？伊讲，师傅是信华啦，我信佛啦，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！我当作是鬼啊！吼，我当无胆啊，足惊鬼的。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信华呢，伊个拜佛拜到11、12点，有阵仔翻点。说平常时就足认真念阿弥陀佛，足认真去拜佛。啊，上师工贵是好报方面呢，不劳人休啊。那也无爱做，拢起来做。哦，所以习惯颠倒颠倒，所讲颠倒就是好报，习惯足有啦。所以呢，伫个相处内底度呢，都会安心，哦，都会平安，会欢喜心啊。所以伫相处内底分担，哦，做个计较，做个计较人诶，迄个带袂掉，哦，做些工贵，乾坤东，乾坤西哦，即款人就轻飘飘啦，都袂颠倒颠倒，颠倒颠倒，拢有重量，有福报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带来欢喜心，啊，听我恭敬说法，搁念佛，搁拜佛咧。所以啊，在人民中非常非常自在往生。所以讲定到即马哦，所有120个出家众，佮在地居士对伊足怀念的。哦，那么伊呢有小可病苦，
伊声带带差不多吼，三四天呢，伊可能严格有感应，会做秃头款。啊，然后呢，伊就伫个声带病院请假，等啊讲长，那伊真当捌咧送，佮个伦理伊拢知影。吼，然后伫个大殿呢，伊就讲话，我边啊有听着，用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药师佛啦，我信佛啦，我等来啊。我等下要甲你消假呢，吼、哦、呢？我听一下，真感动，甲真感动。吼、哦，然后等下了后呢，伊准呢入去房间，吼、哦，家己准洗身躯、洗洗，换一身呢清净的衫裤。吼、哦，穿好了后，佫穿海青落去啊。然后呢，含个师兄，因个师兄弟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就讲甲有讲有笑啦，讲甲非常欢喜哦。哦，啊！然后伫眠床顶个倒哩，伊就无讲话，只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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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。啊，雄雄甲因师兄弟因讲讲，佛祖来，我要去啊！佛祖来，我要去啊！我啊，就一语不还呢，开始念阿弥陀佛啦。啊，伫众人念阿弥陀佛的状况之下呢，安然入睡啦。吼吼！所以有付出的哦，大结因念阿弥陀佛，拜佛拜个三更半暝，这都是大结付出的因啊，来往生去的啦。哦，所以愈病苦愈爱念佛，愈烦恼愈爱念佛，哦，愈超凡愈爱念佛。唔是破无过，就是这超凡愈业障，互你往改障来往生的啊。所以愈病苦愈烦愈爱念佛，都伊在这所在，拢会破过。啊，心无病苦，心无贪恋，亦无颠倒，就是众人念佛的状况之下，人的自在往生去啦。吼、哦，信华，吼、哦，这个师父呢，伊本身啊，伊是啥物情形呢？吼、哦，伊就是呢，伫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呢，十五日来出世的。吼、哦，那么本身伫迄个八十五年。这个八月初一来出家修行，第呢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呢来往生去，那么享年呢都六十九岁了，吼、哦，真正无简单呢。我伫个电视讲经说，要甲注意报告滚啊变吼，但是你从来唔要看佮伊本人，吼、哦，伊足老修呢，足精勤用功的呢，即卖目前呢也已经。啊！进主人发解布塔，伫布塔内底啊，吼、哦，以后拢靠咱坑到顶就丢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信华是一个足精进，吼、哦，咱修行人一个典范。咱目前也伫叫世界阿弥陀的身躯边啊啦，啊，无你是安怎？人往生啊啦，自在解脱啦啦，伫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种菩萨身躯边啊啦，人伊付出足大代志呢。所以，这个遐尼好真神秘的一个亮丽庄严的信息单交出来，你看，哦，这恭喜啊，真该恭喜。那么呢，这张相片呀、啊，哎，就是呢，伊伫这个民国八十五年八月初一呢，哦，出家伫法隆岗堂大雄宝殿所摄影的啦。所以呢，我真怀念伊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将呢。啊，这张相片呢，含咱个人会看到伊本人结识成缘，这是剃度出家时哦所摄影的啦。那么我念一个吉祥，敬送给伊啦吼、哦。出离生死明出家，明心见性明得度，不生不死明涅槃，三觉圆满明为佛。吼吼，庄严！我相信信华哦，也真欢喜的。我感谢师父你伫遐哈，你继续去恭敬。吼、哦，等后你报名将我含西方三圣，我本人啊出面。毕竟你是我恩师，甲我剃度的。吼、哦，嘿，我相信伊会感恩的心情啦。那么这是第二张，哦，这张呢就是伊出家了后所摄影的吼，所翕的。那么我赠送伊呢，哦，一个吉祥。
海阔天空渺无涯，三一一拨换千家，自性自在顶不染，菩提正智自开花。吼吼，快吼，非常非常庄严，要散乎伊都要开悟正果法义啊！哦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信华伫上三圣真紧听阿弥陀讲经说法，明心见性，福慧圆满呢。哎，伊早起有来等下沙婆世间度化无量众生呢。哇，时间到啊！明仔载呢，天王禅师开示录第十一讲，再会。Thank you.